好啦，咁今晚呢個做乜嘢咧係有特別嘅。咁首先介紹我自己先啦，有我一男子謝利，同埋我李心信嘅 Victor。係啦，咁今晚咧就係禮拜二嘅時間嚟嘅 Victor。嗯，係啊。因為點解咧？今晚冇辦法啦，真係要講今晚呢個節目係錄影嘅。嗯。咁原因點解咧？當然啦，我身邊有個咁靚仔嘅朋友咧，咁咧嗱，佢就犀利啦，佢就係咧前港隊嘅守門員鐘浩然。同名的人叫鐘浩然，你好，大家好，我叫鐘浩然。我初認識你嗰時咧，咦？點解你叫鐘浩然？唔通手攞我一個咁樣啊？由細到大其實都好多人咁樣講過噶啦，不過我都聽慣咗。你大聲啲可以係啊，你可以烏低身向住我烏低身咧，對住嗰支嘢去大聲啲。係，我由細到大都聽過好多人講呢個笑話噶啦，係嘛？奇怪嘛？慣咗啦，慣咗啦嘛 ，OK， 係啊，咁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晚呢位嘉賓就得今晚得閒，但係點解要請佢上嚟咧？因為阿鐘浩然同我咧都係識咗好多年嘅，係啦，中間都轉接啦嚇，咁但係我哋今晚唔使講啦，因為嚟緊就係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冇錯，係啦，阿 Vita 兄，你呢排有冇睇翻波先？喂，我決賽嗰時去旅行㗎，所以我決賽晚會喺泰國睇㗎。你講真㗎？講真㗎，你幾號飛啊？我14號飛咯。咦，真係嗰日嗰晚喎。係啊，嗰晚一靚嗰晚，仲要時差係啱啱好，我諗 around 9點。但係你睇到嘛？你一落機就。我估計應該睇唔到啦。你一落機，你又攞行李，又要搭翻車出去。唔係，我落機嗰晚啫，下榻完酒店之後就可以喺酒店也可以睇到，再唔係就曬去個酒吧睇咯。哦 ，OK。係啊。哇哇，咁你都幾舒服喎？係咪做 SPA 咁睇啊？梗係唔會啦，帶住啲細路去玩，因為。哦 ，OK。哇，咁不過唔緊要啊。我聽聞你一對小朋友係世界盃人嚟㗎嘛？嗯，係啊。係啊，所以咁今屆你捧邊隊？如果嚟緊嗱，雖然咧禮拜四已經知道咗邊隊打決賽㗎啦，但好可惜，我哋禮拜二我而家靠股啦，係真係靠股就而家。靠股係法國對英格蘭。啊，我希望係啦，我希望我都希望係。我希望喺個鏡頭而家面前係笑得出啦，係啊，因為我都有啲擔心，有啲隱憂嘅，係因為今晚真係禮拜二，我哋而家咧今晚呢一集咧，你當係一個預測又好，或者係一個預錄啦，冇辦法。一個萬一咧，法國對克羅地亞，大家好慘啊，會好感染。或者比利時對克羅地亞咯。即係咁講，你作為香港人啊，你等英格蘭出嚟，等佢30年啦，係嘛？係冇錯嗱，咁首先咧就。要同阿鐘浩然講啦，喂，嗱，你睇波睇幾年啊？我98世界盃碧咸嗰場開始，我真係碧咸嗰場，之前冇睇嘅，真係英格蘭對阿根廷開始睇。點解會喺嗰場咁得意特別睇咧？阿伯咁啱嘅啫，屋企人睇開，跟住咪睇咯，跟住就睇到碧咸呢個人咁出名，同埋睇到熱血沸騰啦，係嘛？熱血沸騰啊！嗰陣時仲喺度諗，佢勾一勾只腳上嚟啫，伸個腰啫，好似咁又紅牌啦已經。係係啊，嗰場波其實你聽到咧，當時應該都阿叔啊嗰啲講波噶嘛。係啦，我記得當時佢哋係好一面倒幫英格蘭嘅啲講波，但係一面倒係鬧碧咸咯，變咗。哦，係啊，話佢衰多腳啊嘛。係啦，你記得阿 Vita 係嘛？我唔係好記得啦，因為98年嗰紅牌喎，係啊，對阿根廷紅牌出場喎，你冇理由我唔記得咗啦，我太細個啦，未出世，你有扮細，我都係10零歲啫嗰陣時，10歲到，你未出世已經pre睇啊嘛，離曬譜啊嗱，好啦，咁因為如果你話98年開始，咁你睇波年資都多啦，咁其實好啦，你睇咗即係唔計呢屆，你覺得之前咧有邊幾屆係較精彩嘅？較精彩，你講英格蘭？唔係英格蘭，即係可能講宏觀成個世界盃，你覺得邊個 tournament？ 因為2010年啦。點解咧？西班牙真係發揮得好淋漓盡致，佢個進攻體系、真係好賞心悅目嘅。因為嗰陣時開始係巴塞佢嗰個踢法融入咗落西班牙個國家隊嗰度啊嘛。係佢可以喺世界盃度進展翻呢個體系出嚟，我覺得好感動嘅嗰刻都。嗯 ，OK， 係啊，阿 Vita， 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記唔記得咧？就話只要有個歌帥話叫咩啊？哥迪奧拿去嗰個國家教嘅球會咧，嗰個國家就會得益，然之後會攞冠軍喎。係喎，呢個即係呢個應驗曬喎，即係你唔好話一個 prediction 定係還是一個實際有根據，我覺得都有啲關係。係啊，我希望禮拜四真係中咗英格蘭去決賽啦。係，因為佢事實上 ，OK， 當我 touch wood 就英格蘭唔去到決賽，其實已經打得好叻㗎啦。因為哥迪奧拿咧，咁佢喺2010年之前又教巴塞啦，令到西班牙得益啦。之後去咗德甲咧，教邊隊啊？拜仁。係啊，教拜仁慕尼黑啦。點知德國就喺2014年咧，終於攞到冠軍啦。但好得意，因為其實咧喺德國贏世界盃之前咧，佢其實咧佢留下嗰啲under 咩 16啊、18啊、20 years old 嗰啲梯隊咧，係贏曬歐洲錦標啊、世界錦標咁滯㗎。
係爭過世界盃嘅啫，真係。係。咁咧之前又揾過乜奇連士文教過，即係以前德國名宿啦，都搞唔掂。啊，點知真係原來好簡單，就原來你招一個全世界最叻嘅領隊咧，教啲球會咁搞掂。係。即係冇諗，即係原來仲好過嗰啲咩攞曬冠軍嗰啲嗰啲，即係阿奇連士文攞過世界盃冠軍咁啊！90年嘅事。你記得佢突然間又？你以為九八年記得？唔好以為我唔知。唔係，即係老人家就係記得近遠。頂你啊！你又唔知，你又扮嘢。90年你就咁樣啦。我記得你突然間醒唔起啊嘛，對阿根廷啊嘛。咪咯，嗰場又係德國唯一一場贏，即係當然啦，係我哋之前上一屆嚟講，再之前就係90年嗰屆贏冠軍。是，但是他好彩，因為中間愣到有個歐洲國家杯嘅，就喺96年嗰陣時，咁就係當時就係喺英格蘭嘅主場舉行之下咧，喺四強嘅時間對英格蘭咧就係互射12碼就贏咗英格蘭嘅，咁自此英格蘭咧。其實在西對西德嗰陣時候90年咧已經係贏咗英格蘭一次啦，射十二碼。你仲講西德喎，真係嗰時真係西德嘛？我知係啊，我想回應你個正確個 term 啫，因為嗰時都柏林圍牆都仲未倒，啱啱倒下，係嘛？西德我真係未睇波嗰陣時，我都係你話九八啊嘛，梗係未睇啦。你九八你九八嗰時八歲，90年應該未出世啦你。咦係喎，你咁計翻係咯，係㗎。嗰時左阿爸，即係我哋越講越老喊啊！一講呢啲醒神啊，係嘛？點解使唔使幫你 call 架黑的啊？唔使啦。係啊，睇阿鱷魚個的士判官成日話中意黑的嚟噶。係，我點知你啊？鱷魚成日問你先頭。嗱好啦，咁樣咧，即係德國後屘好啦，到而家贏咗啦。咁但係而家諗翻英格蘭啦，哇！咁其實我想問阿 Vita 都捧英格蘭噶啦。嗯，係啊。我更加唔使講啦。咁啊，鍾浩然其實你係唔係捧英格蘭嘅咧？其實我捧了英格蘭都好多年嘅，但係今屆咧真係我放下了，我唔敢再捧佢啊！我知你咩心態，我轉捧了西班牙。哦，有啲實際啲嘅嘢拿手。我轉捧咗西班牙，即係運氣啲嘢咧好難可靠。去到16強，唔係啊 ，Vita 佢係咧捧親嗰隊都唔掂。O K， 咁啊佢唔好捧啊。係啊，咁所以佢幫咗英格蘭喎而家。係喎，你登咗第二隊走喎而家。係咯，即係全個英國都多謝你喎，嗰幾千萬人。嗰6000多萬咯，係咯。係啊，佢哋記得睇呢個節目。哇！每人多謝我，每人俾一磅，你都唔係開玩笑喎。兩份分啦。哇！咁你唔使計佢啊。三份啦。三份。嗱，冇嘅，冇錢人永遠都講嘢大大聲聲嘅。係啦。嗱，好啦，咁啊，英格蘭就捧咗咁耐，其實我自己就由96年開始睇波嘅，早你2年嘅啫。哦。咁因為當時就有個球星叫加斯居嚟嘅。係。咁當屆佢係好耀眼，令到英格蘭即係唔好話佢令到啦，即係有啲幫助，令到英格蘭越打越好。咁因為當時佢有賽前一致被睇淡嘅，咁啊打到四強咁樣，咁所以亦都係衍生當時係有一首歌咧叫 Three Lions。我在呢個節目喺世界盃前，我哋已經播過啦。即係Three Lions 個典故就係英格蘭個徽章上高三隻獅子啊！係啦，係啦，冇錯。咁但係因為係最近先有啲香港傳媒七月頭先至開始講呢只歌啫嘛。哦，因為你講完之後佢抄你啊？肯定係啦，因為我哋喺9MM 啊 Nicky 哥有講嘅，我相信因為 Nicky 哥嘅關係，所以就有即係聽到我哋阿 Nicky 哥講嘅咯，係啦。咁所以就唔緊要啦。咁其實呢只歌咁去到而家喺個 Facebook 嘅 Hashtag 咧，暫時喺英國嚟講係第一嘅。係啊，即係你上次喺屋企係咁唱嗰首啊？啊係啊，Three Lions 所嗰只歌，你未聽過？未聽過啊！嗱，所以佢就有好多嘅其他嘅傳媒就以為冇乜香港人聽過，咁其實唔係嘅，去英國讀書實聽過㗎啦，因為啲鬼仔實會唱嘅。或者去睇一兩場波實識唱啦，係嘛？係啦，或者嚇，即係算未聽過都可能聽過啲 melody 咁樣。嗯，嚇咁好啦，咁當時就輸咗啦，咁樣咁同埋又射十二碼輸咗，咁所以嗱98年世界盃阿根廷對英格蘭又係射十二碼嘅喎，嗯，當時英格蘭又係輸咗嘅喎，係啊，但係你記唔記得當時射失嗰幾個係邊個啊？恩斯射失先嘅，係啊，咁然之後咧就到最後嗰輪咧就阿比提，知唔知比提啊？比提知，以前踢紐卡素列斯聯嗰個防守中場啊嘛，咁你知唔知道後屘比David Batty 啦嚇，係咯。Vita 你未必認識這個人，因為不是太出名的、這個嗯、不是太出名，你找人射十二碼會有什麼後果？信心不夠，就是咯。所以他回到英格蘭之後，當時的人都問他、啊、其實比提你對上射十二碼是什麼時候？你猜是什麼時候？ 他有踢聯賽的、嗯、你猜他射十二碼對上是什麼時候？那時98年你猜那時20多你當28歲吧，他30歲吧，當下你估佢幾多歲射？可能真係講緊已經好遠古啦嘛，好遠古嘅時候。佢話佢對上射嗰十二碼係青年軍嗰陣。哇！撞鬼啊，十幾歲。咁後屘啲人問佢：你青年軍之前係未喺職業賽射十二碼，佢係未試過。
咁射失有原因啦。係啦，咁後屘之後問佢，咁你上次嗰個射門入唔入？佢話唔入噶。嗯，即係佢青年軍嗰球都係唔入嘅。佢咁講就唔入預咗咯，有個下台階咯。Lusa 嚟喎，係嗱，你問我佢射嗰球又唔係差嘅，但係原來法國英格蘭咧係好少球員做攰子手嘅。嗯，嗱你諗下以前曼聯嗰啲又揾咩人射啊？簡東拿，簡東拿之後咧，約基係咯，仲有咧，雲尼士達萊啊嘛，雲佬係咪咧？碧咸有冇少射術員啊？在球會冇好少啦，好少啊！國家隊佢又係做攰子手嘅，係啦，仲要國家隊佢嘅入球率唔係真係咁出色嘅啫喎，我諗係大概六七成嘅啫喎，十二碼喎，唔係講罰球喎，罰球反而佢就勁啦，係啦，反而十二碼就唔知點解唔入嘅，係咪近得滯咧？Peter你覺得？唔知道有㗎。佢三十碼可以射入哥倫比亞龍門，但十二碼係可以炒飛機喎，點解會咁咧？奇怪嘛！呢個 focus 係 off 咗啊，太近唔得。哦，可能因為個龍門後面有啲中文字啊嘛，你唔知啊？今屆個好得意嘅數字啊，就話成係中國啊嘛，唔係佢話射失十二碼嗰陣時咧，後邊係一定有中國數字嘅，哦，有中文字啊，係啊，所以啲人就話：咦，係咪因為中文字影響到啲球員射波咧？定或者代言廣告啊？飲咗啲咩蒙牛嗰啲乜嘢啊？飲蒙牛都入球嘛？係啊，唔係嘅咩？係咩？有咩？唔係係貨美先唔係咯。我希望蒙牛贊助我哋節目啊嘛，因為讚美我哋要讚美，讚美祖國噶嘛，係嘛？你啲生意都做不上我聽聞喺度講，唔講得咁樣講得個，講啦，係嘛？講得咁啊？講得係嘛？係咯，咁所以咧啊嗱，咁但係你對於中國嗱，中國冇入世界盃啊，但係你有冇發覺喺今屆世界盃個好得意現象啊？即係場場都有國旗，係咯，一來同埋啲傳媒咧。啲中國傳媒咧係成日都話自己好似參加緊個世界盃喎，你有冇發覺啊？係啊，係啊，啲供應、啲贊助商啦、啊，係係係，啲報章日日都佢有佢啲報章啦、啊。咪先，你方方面講先，而家出樣喎、啊。我冇問題。使唔使打馬賽克俾你啊？唔使啊，冇問題啊。唔係，我哋打馬賽就打一身嘅咋，就打一身嘅，個樣冇嘢嘅。唔係講完呢句先開始打係嘛？唔係，我哋淨係打你下半身。少唔開心啊！今日呢個點啊 ，Peter 咁靜嘅做咩？冇啊！我諗緊你頭先講嗰樣嘢啫。我留意到報章有啲報道咧，佢就話俄羅斯咧，即係你明白咧，中國咧，中國人啊，我講緊即係內地同胞啊，佢哋成日咧都覺得或者認為嚇受灌輸、受教育灌輸咧，嗰啲俄羅斯咧係佢大佬嚟噶嘛，即係不論係即係。曾幾何時的蘇聯，而家演變成為俄羅斯，就經常咁幫中國噶嘛，即係同埋好友好嘅關係咁樣樣。點知佢哋咧去睇世界盃嘅時候咧，個個都推翻咗呢個概念咯。即係我聽到有啲人、有啲人去到話啊，點解啲俄羅斯人唔中意我哋嘅咁咯？係咁講。哦，咁都幾諷刺喎，即係佢哋以為係 friend。係啊。咁即係好似最近咧，我又講翻嗰隻 Three Lions 啦，咁啊有即係有啲人喺 YouTube 而家係爆紅啦，只歌。係。我最記得初係得嗰百幾萬睇，因為我久唔久都會聽翻嘅。突然間呢幾個禮拜咧，升到1300多萬睇。哇！十倍咁多。係啊，突然間好多。咁咧，我最記得有一個 German 咧，佢話 claim 自己係 German 咧，佢就留言嘅就話，佢話come on brothers， I'm going to support you because we are brothers 咁樣。即係佢話德國同英國係 brothers 咁樣，後屘有啲英國人咧就同佢講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brothers 咁樣thanks for your luck 咁樣，咁就後屘有個英國人咧就講we won the war， 你 get 到啊？低 B 啊！係啊，咪即係好似李思豪咁講咯，我以為我哋兄弟啲，原來咧人哋唔中意你嘅。講到尾咧，呢啲世界盃咧就好經典，就勾起啲咩種族情仇啊！好奇怪，其實踢波永遠第一句就話咩足球不涉及咩啊？政治係咯，但係永遠就係將啲政治包埋喺個足球度喎。你冇計啊！咁之後就好似有鬼仔就回佢咧，就係 twat 咁啊！喂，你冇講啦，之前唔知邊隊歐洲嘅咧，對南韓咧，係嗰啲人咧就玩嘢咧，喺上高 po 就整隻眼咁。哦，呢啲冇啊，冇。你以前英國隊啊，有兩個好大隻嘅後衞嘅，費電南同埋蘇金寶，佢哋去親嗰啲咩啊，都俾人唔知北歐定係乜鬼，即係塞克嗰扎啦嚇，就會俾人哋咧係叫啊！扮猩猩叫啊，咁衰，系啊，即系咁嘅。唔係即係呢啲其實咧，你深層次講，你呢啲係種族歧視嚟喎，真係。係啊，冇錯，係啊。嗰時蘇金寶俾人掟過香蕉啦。係咯，係女，係啊。即係當佢忽忽啦，係啊，當佢係嗰啲King Kong。都如果我係球迷都幾好笑嘅，不過如果我係球員我就好嬲啊。係咯，即係你調翻轉，你俾人咁樣掟啊，係咪？你都唔開心啦，係啊。咁所以冇辦法，嗱，足球就係有呢啲，即係種族情懷又有，咩種族歧視又有，但係我哋撇除。
趣嚟計，其實足球係即係當然好睇好刺激啦。因為好似例如就話咩今屆世界盃啦，好啦，雖然中國隊咧，就算佢哋冇入到，都要扮自己入到咁樣。我最記得佢哋見到有件波衫咧，係寫住咩China 係世界盃嘅波衫嚟喎，但係佢中間寫住 China 喎。嗰、那個唔係 key 圖嚟嘅咩？嗰、那個真嘅，真㗎，堅㗎，係、啊、自己出件限量版俾自己啊！係啊，即係等係咯。咁同埋啲傳媒就話好笑嘅，即、就、係、是、對德國嗰陣時，咪有個南韓人有南韓球員射入咗球波㗎嘛？金乜鬼啊？嗰、那個叫全部都姓金㗎啦，即係好似香港人全部都姓陳㗎啦，係咪嗱，咁後屘之後咧，嗰、那個中國傳媒就話啦：啊，呢、這個係中國人嘅勝利，點解呢？因為咧嗰、那個球員係中超嘅。哦，記得係啊，係啊，記得有呢件事啊，係咯，其實就咁樣，我自己覺得中國隊咧，其實佢哋可以係進一步嘅，嚟緊咧，尤其是世界盃咧，係增加到48隊，其實中國隊生生性性咧，聽聽話話唔好打咁多假波咧，係有機會嘅，即係打就可以打少啲係嘛？你咁講係啊，即係咧門前唔好將波射得太高嚇，呢啲飛機就唔好打啦，即係假得離譜咧咁唔好啊嘛。嗱，但係佢哋就好中意喺嗰啲咁嘅廣告咧。係打埋啲唔知咩嘢飛機嘅，就好認真嘅。咁係咩咧？咁最近話説就有一條廣告片，咁咧就話咧當即係嗰班人咧去到2033年嘅啦，就話咧當時嘅中國即係未來中國隊咧係成為全世界咧燙手可熱嘅球員嘅爭略戰。咁啊，所有嘅歐洲球隊咧一線球會都會簽中國球員。咁因為就太多人簽中國球員贏咗冠軍咧，所以就只可以限定每一隊球隊只可以簽3個中國球員咯。嗱咁好啦，而家第一節就已經好快脆完咗啦。睇下我第二節揾唔揾到嗰條片俾大家睇下。咁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咧。今晚咧就請咗一個前香港隊嘅首席門將鍾浩然同名嘅人，鍾浩然，好笑嘛？好正。好啦，呢個介紹好正。好，轉頭翻嚟，好，再見。好，再見。